节目排舞第二班节准备了。借着马车来传递，所以马车当中我们用木鸟来代表那个马车在行动的时候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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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啊，它在颠簸的时候我们用小钟来代表啊，铃鼓来代表。谢谢，来再一次破我声给它吹下去哦，就精彩哦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那么爱我，都是我们付出那么多的关心，所以我们愿借这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棒。谢谢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棒，来
心。